看，这也放弃了。反正我也不会给他解开，明天出不出得来我也不管了。朝哥，打工人。你的逻辑上错，你把你自己的放哪儿了？哎，我自己在王冕那儿。为什么会在王冕那儿呢？大哥告诉我的。哎，为了我自己安全，我不告诉你这个方法，我能安全啊？ 王冕要跟你去的呀，他跟我去，我不去就行了。所以今天晚上这个就像刚才我前面说的，我玩了一晚上等于我白玩了。是你没必要啊。怎么可能呢？你们这个逻辑就不对呀。对的。咋对？你看今儿我还好。不对呀，那你没有啊？你没有账单啊？不是，不是，必须得贴上去才算。杀了。把我扔下去了，让我醒一次。我在这一晚上干啥呢？那个三个打工仔都在睡觉。是啊，我就是打工的命。我就是打工的命。